大勋，大勋，这儿快，这儿老快了，这咋上啊？四秒就上去了，就正好上爬。哎，有路不熟，你们非要走坡，就是，奇了怪怪的。冰冰，上来，没人上来了。来呀、啊，走楼梯了，走楼梯了，可快了。小心，你试一下。我没那么无聊。你试一下，可特别快。哇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吧？但是累，累吗？何必呢？累吗？你看走楼梯上来的人是那样的，我们是，这说明身体素质不行，还要继续加操作点。就总感觉耳边有铃声，汉哥也爬残了呢，膝盖刚才一下，那你还爬、啊？就爬的嘛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都不敢乱动，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什么葡萄园的，对，录完了都没去过葡萄园，七楼都往下下，太速降啊，直接就，咱们那个班长直接屁股顶我脑上给我干下来的。他从上面压下来了，对，压下来的。好家伙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现在也害怕极了，好心慌啊，怎么办？我还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？我每一秒就感觉很担忧，就生怕铃儿突然响。就咱还是有准备，你说那些老的消防员，就真的在干自己事儿的时候，突然其实就是反应练心态啊的。还是得放松下来，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谁慢了就 thank you 就帮拿一下，基本的把裤子穿好，其他的都就像我刚才那种特殊情况，大家就帮拿一下，反正车上穿也行嘛，对，我感觉今晚估计睡到半夜极有可能睡到半夜，但我们也不会出啊。就他晚上一有警情，咱们所有人都在下一站，对，全部整个站里的人都得去。我们可能不会去现场，但得穿好。对，对，得穿好，也得在六十秒等待分配。如果真要是一帮人下去三号，就离那个滑梯就好远。嗯，因为他们离滑梯近嘛。嗯，他们肯定就一个一个从那边走了。这个，走。下，别犹豫，下。咱这边很快，别说话，快穿。可以下了吧？可以下去吗？这给我上来，这给我上来，这给我上来，帮你拿着。跟你这腰带得带上。给我带手套。报告，好了，师傅来，我这边集合。那个还好，不用。集合，下靠，去。下前靠，撒旬。脚拼，撒旬，啊！通过刚才这一次的拉动，啊，整个成绩来说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，大家都能顺利的完成一分钟着装登车，可以给大家一个肯定大家给自己一点掌声。
第一名跟第二名，第三名跟第四名啊，互相检查防护装备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着装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扣吧，哥？来，大兄弟。没问题。你看看这，现在看着了不算。去角度。好，检查完了没有？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报告。下次请小心一点。好听。互相检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没有，没问题，没什么问题。真的没问题吗？这谁的？我的，他掉出来了。那为啥刚才说检查没有问题？就是如果说现在在火场上需要你啊搬运已经燃烧过的物体，让你去搬运这些物品的话，你怎么搬运？用命搬。用命搬，说得很轻松，命是自己的，大家要爱护自己的生命。只有佩戴好个人的防护装备，啊，才是你对自己啊最大的责任。拿好。我在此还是对所有的新生表示肯定。这几次的拉动，无论说是表现也好，训练上也好，我认为最优秀的一个人，啊，那就是张翰。每一次的着装我都有看得很清楚，哪怕是第一次拉动，他除了帽子没有戴上以外，其他的防护都是非常的齐全的，做得非常的好，非常值得肯定的。拉动了这么多，我希望大家确确实实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警铃响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一定要及时的到达现场。今后每一次的拉铃都是命令，我们在这边的每一刻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都要把这根弦给绷紧。好，讲评完毕，扫心。好，一会儿大家把我们的装备给整理一下，归位。然后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排下午的训练就到此结束。好，解散吧。散。我的天哪，家人们呐，这也是265的，我鞋不在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真的累呀。他和咱们当时练的那摇的不一样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啊。啥呀？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很敏感，相当敏感。可能对于消防员来说就是24小时，只有一个结果，60秒内登车出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。你当下不管在做什么，哪怕你真的你在洗澡，你就得冲下来，只要能够执行这次任务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你现在觉得你是一个集体？挺好，都爷们儿，舒服。咋说呢，你融入这个集体，那你在大家都在努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你也不应该你成为那个特殊者。来到这个地方大家住在一起就一家人，我觉得是生死共担，然后共赴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谁，这力量是光，比天还硬。这不仅是我们六个人，是和整个站子里的20多个消防员，我们融为了一体。哎呀，太尴尬了。我觉得是一个集体了。我觉得消防员最不愿意的其实就是出去，因为每次
出镜都不知道是什么人。